大家好啊，来欣赏一个蓝芝山的盛宴啊，来自余地打这个青红，哎，这波踩点踩高了，直接被吸了过来啊。福建蓝芝山手法非常好，落地有一小步的蓝芝山啊，开局就吃了两个蓝芝山，牛逼哦！哇，还有第三个吗？这一波是被抢了蓝芝山，哇，太酣畅淋漓了哈！哎呦，这一波厉害哈！好，刚才是一个开胃菜，现在才进入正题啊。那分享两局来自这个余地打青红的哈，刚刚已经看了一局了。余地的话呢是抢失的两场，竟然都赢了青红啊，牛逼！状态非常的神勇啊，上一次也是赢了这个和池10-2有一场啊，非常厉害。看他的比赛，这把这角落啊，还是要破防。哎，抓了哈，余地应该说他防守方面还是非常稳的哈，也是偏防守反击为主。青红的话应该说攻守都比较平衡啊。闪身直接前冲，不前冲的话有可能要中萧峰。哎呦，这一波跳地逆向，但是落地没有拉一个萧峰啊，还是跳过来了， nice。再冲，好，下盘倒中，再用到了。这个跳吸之后哈，要放针才可以套下盘啊。对手一乱动就会中这个下盘，如果你跳吸第一时间下逼的话，一般都下防的哈，你是打不到的。也就是说，给对手加针，踹一脚。这个大门感觉挺稳健啊，就这么一脚在那里踹，好，玻璃不向上啊，带走。好，摔起来，你看他的大门一般很少，哎呀，漂亮，冲起来了啊，冲起来了。这个余地的大门一般很少冲的哈，都是慢慢走慢慢走。有一点变化了啊，过不去，难受啊，就一个机会啊，抓得住吗？好， AB 中了，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暴气阵哈。没有，好的，一个反摇臂之后踹死也行啊。好，看这一波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蓝芝山了哈，刚才盯了盯去，看的是真的爽啊。哇哇哇，你看他一下臂就冲过来，踹一脚，哎，直接盯。哦，战臂再扔，哦，有落地，好危险，来来来，哇，这漂亮啊。最后呢是致敬了一下和老二啊，广西蓝芝山带走，牛逼！关注球球，微走六。